吃完了，吃不动了，我把这个饭倒到这里吧。撒了一些，然后这个饭盒用来暂时盛这个清理这个牙齿这个水啊，给它倒出来一会儿，回去用开水再烫再杀菌。吃不动了，因为今天早晨一位黑人女同事给我买的早餐，吃完之后就吃饱了，一个汉堡，一些薯条什么的。还有一杯那这个冰激凌 ice cream，但是华人还是比较喜欢吃中餐，西餐吃不饱，西餐不禁饿，对吧？这勺放点吗？这个当晚餐吧，然后我清理牙齿。牙齿是个大问题啊。一个是跟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系，另外一个也涉及到美观，对吧？好的牙齿，哎呦，sorry，sorry，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怎么搞的这个？就这个牙线这种的比较薄啊，清理牙齿，清理牙齿。我两个连着清理，用牙刷刷一下啊，用牙刷一下清理啊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